大厅呛人啦！好了好了，来吧。机房，等一下啊！哦，你灭我，你灭我。在机房。你说用什么命令？接收啊。108043。哦。留个位置给我，留个位置。你进来吗？我进来了。还没，我还没进来。哎、欸，慢了。哦，你进来了。我进来了。好。收吧。还感谢观众的留给我这个位置。来抽解码，抽完就要下线了。几抽？我不知道哎。小猴，你到底要怎么吃啊？不过我这个真的很非洲，你居然还有人要都在抽，真的很厉害。我就喜欢那种感觉啊。笑死。把它放到 YouTube 直播给观众看一下。给我一把机枪。为什么可以这样看我的视角啊？是怎样？人家等一下以为我开挂，是 bug 吗？哎、欸，是怎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怎么看你的视角？为什么我可以用第三人称看我视角？你原本就可以了。可以啊。不是啊，我在那个呢，我已经进来了呢。怎么用啊？怎么用？可以呗。现在设定第一条呢。不行吧？啊，你们可以用吗？其他人现在可以用吗？为什么是我啊？快点！要不管了。刚加线就这么强，大家围住我的账号，快点围住我的账号。我要抽安娜，机器一下。哦。好吵、我看不到安娜。绿色字条，如果有人抽到的话，你就直接抽下去了。真的、哦？不要去抽，没抽没有用。有人抽到，我就直接抽下去了，是吗？几帮？有人有绿色，就像是有人绿色字条，如果有人抽中的话，你就抽下去。好好。耶、yeah, ，粒子号永久。我刚把粒子号分解掉哎、欸。哈哈哈。耶啊！那监视的你。耶，龙卷风永久。对、yeah, ，你监视的你不是说你有听到你那鸟？我说你慢慢抽。好，慢慢抽。我们给气的一堆压力，快一点抽。抽，你那个绿色字条如果出来的话，你就要马上抽。哦，来，不能隔太久。它是粉色还是紫色？我听你的。你去讲是不是没有很多啊？你说什么？太吵了，我听不到。啊！他的魂。哦，不行。耶，500红利。耶，幽冷离子枪。哎、欸，到底还有多少银器他没收到、我都分解掉了。哦，断掉了。哦，你分解掉，你刚刚抽不到。哦，绝地紫永久。哦，500红利。我有了。哦，500红利。哈哈哈哈哈。500太多了吧？他帮我抽到十几个500红利了。真笑了。剩下几个？8个。最后五个。哦，乐高自走炮，我觉得我用这个抽，这个方法抽好像比较容易中。乐高都有了。啊，我就说这种方法抽比较好啊。剩5个哎、欸，你要抽吗？鱼箱都不要分解掉，对吗？还是你要我用刚刚那个抽法继续抽？我还抽，我也抽。好，来吧。哎、欸，先来试一下啊！他们不会停的，那我还是照我刚那个抽法抽好。设置到了。要吗？等一下，这样你听得清楚吗？可以，我听得到你的声音。好，3、2、1，抽！哇，同勋。3、2、1，抽！哇，尹勋。哇，想要这里了。欸，我想要喊的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抽。哇，泰坦巨舰30天。哈哈哈哈。还有一个。最后一
一，耶！一任天桥三十天，好结束。哎，我觉得这次好赚哦，这三十抽好赚哦。哎，不觉得这三十抽还蛮赚的吗？一堆一堆红利耶！两个神器。有吗？有两个神器吗？没有，我刚刚没抽到六。我自己的极限转轮，然后你的潜行哦。哎，感觉好像没有非洲嘞。哎、欸，不错不错。应该会中了吧？那下次应该就会中几箱了吧？我不知道，我出去看一下，到底中了什么东西好了。你们下次就用这种抽法来抽那个睫毛器就好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五个。五个银熏枪，然后四个五百红利，一把血滴子。哦，好像蛮赚的。这样加一加五把银军枪，五二十五，再加上两千，哦，四千五红利耶，再加上那个血滴子，一万多，可以卖一卖。我没在玩血滴子，对。啊，对啊，可以拿去卖一万多啊！哇，你这样总共一万多红利耶。我还有叠血可以卖。哇，还蛮赚的，你花三十个要多少？六九九。哇，哎，好像也没有说很赚呢。没差啦，好啊，我要关了。